由于美国食品价格不断上涨，拜登政府计划对肉制品加工公司采取更强硬的立场。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助手9月8日表示，作为一系列举措的一部分，美国政府将向小型肉类生产商和工人提供14亿美元的新冠疫情刺激资金，还将采取行动打击非法价格操纵。美国肉类加工市场目前主要由四家公司垄断，分别是加吉、泰森食品公司、JBS 以及 NBP。 白宫表示，自去年12月以来，美国食品价格上涨了一半，其中主要是牛肉、猪肉和家禽推动了食品价格上涨。通胀持续飙升，不仅影响到了美国民众的生活，也严重威胁到了拜登的经济复苏计划。而拜登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是加大力度打击反竞争和垄断行为。拜登政府认为这些行为可能导致价格上涨。拜登新成立的白宫竞争委员会将于本周五召开会议。美国农业部和司法部已开始调查鸡肉加工业的价格操纵，国会议员也正在寻求加强对牛肉行业的监管。9月8日，官员们表示，由于加州北部地区天气更热更干燥，增加了新的火灾或现有火灾引发的威胁，因此加州可能会迎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季节之一。9月7日，消防人员切断了卡尔多大火周围数英里的新围堵线，大火已蔓延至山脉顶部，并威胁到南太浩湖，目前已有 50% 的火势得到了控制。随着由三场野火组成的大火持续蔓延，特尼提县和西斯科尤县部分地区已经下令进行新的疏散。9月8日，墨西哥发生 7.1 级地震，震源深度30千米，之后一小时内又发生了多次强度较小的余震，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，格雷罗州有一人死亡，未造成严重损失。墨西哥联邦电力委员会称，地震造成约160万用户停电。委员会专业人员在紧急救援协议框架下，正在对供电进行紧急恢复。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在新政府组建后，首次就新政府政策发表声明。声明提到，阿富汗向邻国、地区和世界传达的信息是，阿富汗的领土不会被用来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。此外，未来阿富汗的国家治理等一系列事务都将受到伊斯兰教法的管理，并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执行相关程序。声明表示，新政府不希望与任何人为敌，阿富汗是所有阿富汗人民的共同家园，政府将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，并吸纳所有人的优势来重建国家。另外，声明提到，媒体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政府将保障媒体的自由活动，媒体也应在各类出版物的发行中负有责任。9月8日，中国中央宣传部、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、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，对腾讯、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、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。约谈强调，各网络游戏企业和平台要严格落实通知各项要求，不折不扣执行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段、时长限制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服务。要加强网络游戏内容审核把关，坚决遏制唯金钱、唯流量等错误倾向，下决心改变诱导玩家沉迷的各类规则和玩法设计。近期将上线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，及时受理和处置问题线索，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发现一起，严处一起，确保防沉迷工作落实到位，取得实效。